好早晨，又系死靓仔。咁就系空呢个 first unit 嘅，咁嗰阵时有好多个唔同版本、唔同样，但系即系唔同个图啊，唔同嗰啲，等先。唔係靚 M 啦，咁咧level first， 跟住呢個就係通，咁咩啊？好啊，開來，一隻相對地幾經典嘅 first 聲，通。都真係幾 big muff 嘅，我覺得個通 control 幾 big muff 咧，就 first 咧。我又真的不太懂彈的，我都委託了這塊東西的物主，因為我是整給人的，那呢就可能幫我拍一下，拍一下怎樣玩。那我自己呢就上網找了一些資料，我發現原來當年有一首歌就是用這個的原本那件東西來彈的，那首歌那就是叫 A Girl Like You， 是啊，好像是，沒有記錯的話。咁咧，我咧就會選擇將 first 教最大啦 ，unit 驚 level 教大少少，咁然後個通就去到最大啦，我唔知點樣叫佢。咁咧聽落去咁樣，咁但係啲小弟愚見啦，我自己點樣玩出嚟嘅咁咧？首歌咧啲聲咧就唔係咁嘅，冇咁一粒粒嘅，有少少朦朦地嘅。咁咧我後屘咧就發現咧，原來咧我啊將吉他個通咧扭到最細咧，咁係有啲似啦開始。咁係咯，就係咁咯。咁可以俾大家聽聽先啦，天色路。哇！跟住咧扭細個通。落埋個 first， 咁咧就出嚟好似首歌嗰個啦，咁啊都盡可能似啦，唔係100% 啦，講真，咁係啦，希望呢條片挑起你嘅嗰啲叫咩意欲，想玩下啲舊嘢啦。我整完之後，我覺得好好玩嘅，玩咗都幾耐下。好啦，再見。